各位觀眾，又是我們的猛丁哥第55週的播出，這個是今個禮拜的最後一集，希望播出的時間就是4月28日星期六的，就我們盡量會準時，就我錄製呢就一早錄製了，後期有很多東西阻滯呢，有時會遲些，但這些沒什麼特別的時間性的，我們就可以希望大家可以追回來看，好多謝大家支持。就我哋根據我哋預告咧，今集咧我哋想講下呢個所謂革命嘅迷信啦。點解我要講呢個題目咧？因為見到咧，而家即係譬如話太陽花又話革命，係嘛？雨傘運動又話雨傘革命，跟住又話一大大扎顏色革命，同埋咧好似即係年初一、年初二有個暴動掟磚燒咗個的士，咁又話魚蛋革命。咁其實是不是革命好一點的呢？這個我想大家要坐低攝高枕頭想一想，什麼叫革命，還有革命是不是一種浪漫美化的一種形容詞，其實它本身是不是有特別的道德價值在裡面。中文語境的革命呢，就是在這個最早呢，這是古代的傳說來的，就是湯武革命，即是湯呢就商湯，其實商湯那個是不是信使呢？其實都不是的了，因為我們知道呢，真正的信使呢，中國歷史的信使呢，是始於周趙共和，是西周的宗業的了。而之前的歷史呢，都是很多傳說的水分在裡面，但姑且當古仔聽呢，就說呢，這個夏桀無道，即是夏朝的最後一個君主，於是他的本來是他的諸侯之一的商湯呢，就起而革命，取而代之。整個故事呢，就去到商朝的最後一個皇帝，就是商纣。這個纣王呢，是他死後的一個負面的封號或者嗜好來的，是一個貶義。所以如果你看歷史劇，歷史劇自己叫自己做纣王呢，這是荒謬的。即是唐太宗都不會叫自己做唐太宗，唐太宗是死了之後才封他的封他做太宗，是吧？即是這樣沒可能的。但是如果乾隆呢，就會叫自己做乾隆，因為他是年號來的嘛，他自己改的嘛，是吧？唐太宗呢有貞觀嘛，然後唐玄宗有開元天寶，兩個不同的年號的嘛，所以乾隆是叫自己乾隆嘉慶，叫做嘉慶的。但是清高宗不知道自己叫清高宗，閒話休提啦。就是說這個紂王呢，即後來叫紂王的商朝最後一個皇帝呢，荒淫無道，於是呢就周武王呢，都是他的凡屬，都是他的諸侯，就起兵對冧他，自己就拿了個天子位做了皇帝。所以在中國的語境裏面呢，就革命呢，就是說用暴力更替去奪權，而這個奪權呢，是一種政治的改革的精神和色彩背後。即是如果單純是謀朝篡位而得不到人民的擁戴呢，這個不可以叫革命。但是如果沒有暴力在背後呢，亦都不可以叫做革命。所以中國呢就發生過兩次革命，就是湯武革命，這個是古代中文裡面的革命。外國的 revolution 呢，就是譯了做中文的時候呢，當時那些研究西學的人呢，就將兩個詞等同，其實亦都有合理的意思，即是說在西方的理解呢，革命都是一種暴力去改朝換代或者改變的政權，但是這種暴力去改變的政權呢，是帶來一種的改革或者創新，還有彰顯了公義，還有呢是那個政權的本質是有改變。譬如說法國大革命之後，那個貴族的專權呢是取消了，平民呢是即是可以提高到個政治地位，是吧？咁俄國的二月革命是廢除了農奴制和廢除了君主制，美國獨立都是一場革命，就是取消了這個英國君主的殖民統治，然後13州人民呢是書寫自己的歷史，創立自己的憲法，發表了獨立宣言，是實現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，
他的政治理念呢都跟以前不同了，人生而平等了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自由，是吧？那這些就是一種革命。但是呢、革命呢就是當然我看過了，就是說粗略的定義呢就是一定有個經過一個暴力的過程，但這個是那個過程。但如果我們能夠改變個政治現狀令到它更好而不需要暴力，即是說我們有 AB 兩條不同的途徑， A 呢就透過暴力， B 呢就透過非暴力，那其實哪一個好一點呢？那這個其實都不用爭的，即是說、我們能夠減肥但是不用做運動，咁如果達到減肥嘅，咁梗係唔使做運動好啲啊嘛，咁你咪舒服啲啦，係咪先？你咪可以翻屋企嘆下咯，又唔使節食，又唔使減肥，可以，唔係唔使節食，唔使做運動可以減肥嘅，咁你梗係揀呢個咯。即係話，如果你要俾$10買個蘋果，你要俾$5買個蘋果，梗係俾$5好啲啦。所以就話，如果我令到個政治制度更加合理，更加彰顯到公義，同埋令到那個經濟的活動是更加有活力，即是整個制度的改革，但我們不需要透過暴力去達到的，那我們當然選一個非暴力的途徑。那其實在、西方啟蒙時期之後的政治歷史裏面呢，是的確是有一場革命呢是不流血的，這個就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。這個光榮革命呢，其實你如果表面看呢，就是兩代的皇室之間的爭權，就是個女兒就搶了個老爸的皇位，和他的荷蘭的威廉王子夾埋就共同統治英國，就趕走了個老爸，要個老爸順位。但這個就是個宮廷政變，你可以說。但是實質上的變化呢，就是說因為透過國會的和民眾之間的支持，同埋透過呢個憲法嘅改革，同埋透過呢個人權法案嘅公佈，係改變咗英國嘅政治現狀，令到佢係正式走入自由民主嘅體制。即係呢一個咧，我今日唔會講光榮革命，但係呢個可以好長篇，就話英國係冇暴力嘅，法國喺差唔多100年之後有一個暴力革命，但係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跟住嚟嘅就是一個恐怖時代，好多人想斷頭台，無辜人無血流成河被殺，跟住拿破崙當政，然後成為一個大帝國的獨裁者，然後拿破崙東征西討，在歐洲打了很多場戰爭，引起很多不同的死亡和破壞，然後再跟住他的後人，不是直接是個孫，是他後人拿破崙第三呢，就透過民主選舉上台，然後就改變成為一個獨裁君主制，最後在普法戰爭裡面輸埋，即是差不多100年，暴力革命之後差不多100年才勉勉強強走了入一個自由民主的政體。英國光榮革命之後一些修修補補慢慢改，它就已經可以一步一步走一個、真正的自由民主的君主立憲的，以國會的選舉、議會民主達到的自由民主的政體，是世界第一個，是吧？那即是說如果你現在事實擺在這裡，這個簡單經濟功效快，那個就死很多人，而且呢都要走很多彎路，中間呢就回不到轉頭。所以如果我們認為革命很多時有暴力，而那些暴力在那個過程裏面可能被人美化浪漫化，因為我們看到那些油畫裏面的法國革命呢是真的很漂亮的，是吧？那這種是一種圖騰，現實上如果能夠透過和理非去達到那個目的呢，其實是一個比較好的選項來的。那即是革命呢，即是我想我們不是看那個過程你享不享受，很多時候我們說最重要的過程不是一定要贏到獎牌的，那你是跑步才是講這件事而已，是不是？但是現在我是講你的政治的改革是個目的的嘛，譬如說我爭取婦女有選舉權，我們爭取脫離這個宗主國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，是不
我哋爭取宗教嘅自由，爭取希臘脱離奧斯曼帝國獨立。如果可以唔使打嘅，梗係好過打啦。但係如果有陣時非不得已一定要用武力去解決，咪用武力解決咯。但係如果我哋乜嘢都冠以革命之名，就話乜嘢都係浪漫化咗個暴力，其實呢樣嘢係唔正確噶嘛。咁所以我哋對革命呢個名詞咧，我哋係冇必要俾佢一啲正面嘅 connotation。我哋應該將佢還原成為一個 neutral 中性嘅名詞，然後我哋實事求是咁樣去問清咗自己，我哋究竟想要啲乜嘢，然後先去選擇唔同嘅途徑嘅選項，然後揾一條個破壞力最細嘅，咁樣先至係上策。好啦，今集嘅時間差唔多啦，下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